更新更新。HTC Desire 手机可以更新 ，Install now。我的，竟然可以更新，是什么？太帅气了吧！竟然在更新。滴滴滴滴，哈，什么？
100%，哇！现在又在干什么？哇！更新完成啦，开机哩！哇塞，更新完成！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它到底更新了什么鬼？Congratulations, your phone has been updated successfully to version 1.34.709.1. So, what?然后咧，然后啊，结果更新完 ，Android 还是 5.1 啊，这我是要用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都还是不能用啊，这更新这个是在干什么？啊，那至少这一支，那至少这一支 HTC 它的功能，那至少这一支 HTC 它的功能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那至少这一支 HTC 它所有的功能硬体应该是都没有什么问题，除了这个相机掉出来以外，没有办法用相机之外，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问题。就除了 Android 版本太旧那一样，也就是你想要看个 YouTube 还是干嘛的也都可以，所以。也不要乱拆它啦，就让它继续维持它的生命，让它用到不能再用再说。